今天前半夜是相安无事的，本来都两点多了，我估摸着可能今天也就这么过了。结果突然发现下面来了一群感染者，好家伙，这么多，这有几队？六队，赶紧进我的仓库，要不仓库保不住。开车的小队进去拉一下。下面又来一个，就是这个。之前有小伙伴跟我说过，特殊感染者好像叫阿尔法，对吧？战力惊人，还会召唤真元。好家伙，仓库瞬间没了，我的小队退守研究中心，小车继续迂回。这一仗直接打到天亮了，本来我还想追上那个特殊感染者把他干掉来着，结果他跟另外一队感染者直接进楼藏起来了。哎呦，烦死了，我的仓库可真就是重灾区，总是被拆。白天趁他们安分，我先修修补补家里吧，车也得修理，要不以后牵制感染者的时候车直接报废了，我小队估计就没了。看了一下楼里的情况，一个阿尔法，这家伙得尽快干掉，还有一队十人的感染者，好家伙，打起来真费劲儿。好歹这次是扛住了，我的进度还是太慢了，要赶紧加强防御，要不我这小地方迟早被感染者给掀了。附近的楼里开始搜索物资，我的食物和弹药暂时还够用，但是燃料有点缺。我家附近倒是有好几个加油站，但是腿着去稍微有点远，等车修好了再去吧。继续新建围墙，我砖块储量还可以，还是老问题，人手不太够。哎，有人来了，刚说人口不太够来着，这好像是之前远征的时候碰到那批人吧，过来招呼也不打，直接进我总部了，搞得我刚才慌了一下，以为是敌人啥的。之前有小伙伴跟我说，在围墙上建金属门，又可以抵挡感染者，又可以驻扎，还方便进出。哎，我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劝，装就完事儿。不过这玩意儿需要木头啊，我现在缺木头啊，兄弟们。我就问，谁玩这游戏不缺木头的？下面又来了一批人，今天这么热闹的，这个应该不是之前联络过的，接触一下看看。啊，想加入的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这一波直接来了八个人，可以的。都能新开四个防御塔了，就是照不过来呀。入夜了，开始清剿前一天没打完的感染者。好家伙，阿尔法确实有点猛啊，追着我的小队直接干掉我一个人。哎，话说刚才的小队怎么没加入呢？还是中立状态。好了，干掉了，下面来了群小的，问题不大。什么情况？又是敌群来袭，这次是北边。哎，最近的敌群来袭越来越频繁了呀，我都感觉我可能扛不了多久了。天亮了，我又多活了一天，走，出发去弄燃料去，还有食物，我现在人多了，多弄点食物存着。哎，又遇到一伙人，声称被武装分子袭击逃出来了，给我了个位置，是在这里，距离还挺远，先不急，我还是优先收集资源。还有拆除旁边这个建筑，我也多弄点人，现在人手越来越多了，也能安排开了。这不是又来人了，八个，安排加入营地。之前那个金属门已经造好了，我在这边再弄一个金属门，以后这边再放一些防御塔，应该能扛一下了吧。之前那个房子已经拆完了，这次索性弄个大的，我就把整个一栋楼加上下面的市场都拆了，其中各种材料都有几百，够用一阵了。主要还是那个问题，人少拆得慢，但是我也怕人多啊，人一旦多了，万一养不起就尴尬了。我现在至少有一队是专门收集汽油的，这地方我知道，整栋楼都是停车场，估计有不少车里有残留的汽油，可以搜刮出来。但是我就不理解，这地方为啥不能刷几辆可以用的车呢？天黑了，各个小队回家，守家了呀。今天晚上倒是没来感染者，但是来了一大群感染狗，好家伙，好几群。尝试了一下开两辆车遛狗，效果其实还行，但是狗的速度比较快嘛，所以我稍微停一下就能追上我的车，尤其是掉头的时候很难甩开就是了。
今天继续收集资源，另外我还要尽快拆一下旁边的大楼，多积累一点建筑材料。我打算弄一圈围墙，把仓库这片区域都给围起来。另外两栋小房子可能也考虑要改造一下，先把这个口封起来吧。现在北边的防御比较多，我就怕有时候南边过来感染者直接从这边进来打我总部就麻烦了。造东西也挺慢的，一整天没把这片围墙给建好。到晚上了，我又接到一个通知，敌群来袭，这次又是北边。又要来一群，今天晚上应该到不了，但是估计过一两天就要来了。天刚亮，我收到一通莫名其妙的通讯，感觉就像打错电话一样。不过这是末世，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点，基本上就是顺着他话说，不确定是不是故意来这么一番通讯试探的。今天家里暂时不用管，他们该拆房子的拆房子，该造围墙的造围墙。我还安排了一些人去研究中心，我需要尽快研究武器，小伙伴建议我尽快把狙击步枪给弄出来。好的。然后今天的探索小队，我打算先让他们去那栋藏了武装人员的房子，大概调查了一下他们的情况，然后就直接上吧，我觉得应该没啥危险。他们就直接在窗边跟我们交战，我们刚好依托汽车的掩护成功全歼。哎，不错哎，四把突击步枪还有不少弹药。来都来了，顺便这座房子也搜刮一下，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家里新的大门和围墙建好了，加强一下防御吧。建造两座金属塔，还是放北边，北边有敌群来袭嘛，我就优先强化北边的防御了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的小队今天在外主要就搜刮食物吧。这一期增加了不少人，吃的得管够，厨房做饭还是跟不上消耗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